罗志溪经过仁爱乡的母界部落，有相当天然的溪流甲溪谷景观，更加是有一线天的峡谷景色。加上当地溪流特有的龙纹石，时常就吸引不少假日环视三峡环境的民众来前往，可以说是一个很知名的三峡秘境。不过多数民众拢唔知影，当地是需要申请入山证才会当来入去，所以最近嘛发生不少争议。游客慢慢行伫溪水中，后壁面就是武界罗水溪峡谷相当知名一线天，如此天然美景，莫怪会吸引遮济游客来到遮旅游。我已经来第二次了。第二次啊？对。喜欢来这边啊？喜欢啊，每年必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风景好，人烟少。人烟稀少是重点。真的。远离都市最好。这里很美啊，大家可以来玩。这宜兴天很美啊，大家可以骑脚踏车来溯溪，然后可以入口处也有很多露营区，大家可以来露营。要喜爱画图的民众，早就椅仔坐伫溪床上，将周边的美景全部画伫图画中。对喜爱大自然的民众来讲，这北大自然的画作真正是水甲真迷人。这边石壁很漂亮，觉得它就鬼斧神工的。就想把它留下来，那我们都是用画笔去留一些大自然的东西啊。自然嘛，对啊，我觉得都市人来，等于说可以放松心情嘛。那大概什么时候游这边的什么样的季节，这边游客会很多？冬天。冬天。都这主要是枯水期才能进来这边的嘛。对。寒天打水期，落水溪水位低，水流嘛低真细，这块河床大部分拢只看到溪沙，这水的落水溪结构。只有伫寒天，一般民众才有法度深入探访这个秘境。只是嘛，因为游客愈来愈多，因此产生未少争议问题。特别是武界部落属于义将山地管制区，但大多数外地民众完全唔知影要事先申请入山证。网络申请，警政署五天前，还有五天前网，就是用网络来说申请，由一人代表申请来，其他照名册，知会到时候到我们部落来游玩，就知会我们派出所，我们才有办法去掌控他们下山到河床里面的所有的人数，包括他们的安全。大自然的美景游客是真爱，但警方也是提醒民众，事先向警方申请入山证，主要嘛是确保大家旅游安全，更加重要是游客必须尊重部落以及生态环境，避免造成山林生态遭受破坏，嘛避免争议事件一再发生。记者王昭雄采访报道。